彤彤姐姐、老陈陈姐姐冲给阿家婆。阿家婆，跟小朋友全都在阿家婆黑马啥的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给阿家婆黑马啥？阿家婆黑爱着的外婆。冇错，阿家婆就是爱着妈妈的妈妈。妈妈的妈妈爱着的外婆。给第一个哥哥，你阿家婆黑在哪里啊？台北啊，伊在给基隆啊。基隆哦，嘿啊嘿啊嘿啊！大伯啊，奶奶来妈妈回去基隆的时候啊，奶奶家婆啊，对准备一大桌的菜哦。哇，真紧哦！特别是那个海鲜呐、啊，因为啊，奶奶家婆在基隆嘛，那海鲜真的是很好吃呢。哇，姑嫂，大伯看到阿家婆的时间，就有动动动西好选。嘿啊嘿啊，刚才小猫姐姐，那你呢？那你呢？哎，阿家婆带到南庄哦，南庄嘿嘛，南庄哈，南庄嘿啊，哈家庄啊，嘿啊，大伯准些时间吼，就当多年都该谈下。特别过年过节的时候嘿嘛，嘿啊，过年过节的时间，太太些些人哦，全部就会准些来叫。嘿啊嘿啊，那这样子有当多当多没看过不熟的亲戚怎么办？姑嫂，我着来哈，就来讲一下亲戚的称呼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该我先来考你哦。好。我上困的哦。上困困的。啊，先来讲，他亲的好嘞。他亲的好啊，好啊。你上妈妈的姐妹。妈妈的姐妹是阿姨。孟超妈妈的姐姐老妹妹就是你阿姨哦，阿姨哦，不是哦，拜年的时间我又蛮讲诶，阿姨好，新年快乐，孟超动听动听，好，该家是看到妈妈的哥哥嘞，妈妈的哥哥是阿 Q 嘿嘛，孟超就是阿 Q， 就是舅舅的意思哦，耶、yeah, ，阿 Q 嘿爱就是舅舅的意思，好，问你问爱，呀，拜拜，阿姐我老妹呢。该就是阿姑啦，阿姑嘿，阿姑就是姑姑嘿嘛，啊嘿姑姑啊，姑姑的意思。还有一张你吼，你一听一听懂下去耶，懂一听一听。阿婆，还有阿公，阿婆给妈妈的嘛个，阿太嘿嘛，对啊，阿太，阿太嘿嘿最像你，嘿啊嘿啊，俺阿太真像俺呢。后摆啊，俺阿太啊，过年过节的时节啊，都本来动态的红包呢，红包，动态红包，动态红包，俺阿太啊，还有几大摆会拿桶的，本来就选黑嘛，哪个桶的？糖果啊，嘿啊嘿啊嘿啊，不过俺阿婆啊，俺爸爸都会给我啦，嘿啊。最小你的就是阿公阿婆啦，阿太咧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因为啊爸爸妈妈都要扮演严父严母的角色哦。哦，该爱着如果遇到长辈，第二系那该爱讲嘛该啊？该嘛唔定诶，爱讲嘛该咧，因为我们不能没有礼貌系嘛。系啊，该唔知讲嘛该，爱着就做那个。你好，安住好冇？你好，安住好冇？韩国爱着的是爆芒，系啊，是爆芒，就会爱着下感染最后的润后语哦。系啊系啊，是爆芒是爆芒，那爱着的长辈啊，就会觉得说，这个小孩子懂跳嘿冇？系啊系啊，嘿嘿嘿。你们也和按都按都对长辈的称呼嘞，该爱着俩哈就会问爱着的妹妹，我就蛮讲妹妹，那。谁的妹妹？我的妹妹，或是你的妹妹啊？老妹嘿嘛？老妹，没错。老妹嘿，你的妹妹。那老太嘿，你的弟弟嘿嘛？别哥哥懂听懂听。就俺爸爸嘿，他是他们家里面的老太啊。哦，就是最细该长。嘿啊嘿啊嘿啊。哦，该别哥哥的，根本有好多暗多的称呼，你全部记好了吗？记得嘞，记得嘞，小朋友，该一个问题啊，阿家婆的姊妹要怎么称呼呢？阿家婆的姊妹，哦，还得给上多吗？小朋友，以后看到长辈，是不是要这样子称呼他们呢？赶快回家做笔记哦，快点哦。